我们现在来谈一下，如果你要学习向量软体的话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Illustrator， 但是还有一个向量软体可能大家有点忽略了，那就是 COJO。 好，那 COJO 的话，当时在15年前 COJO 是中南部的主打。你如果在中南部不会 COJO， 你基本上中南部平面设计找不到工作。好，那15年后的今天，市场的主流是 Illustrator 跟 Photoshop， 这两个目前是平面设计里面一定要学会的。好，那学会之后呢，往往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在接案的过程中会遇到客人，他是使用 COJO， 那 COJO 做档案，如果他编辑的很复杂的话，他拿给我们，如果你不会使用 COJO， 那你又要把它转换成 Illustrator 的话，可能在转档过程中会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如何在短时间内呢学会 COJO， 这就非常重要了。好，因为我们要马上学会之后，马上投入职场，马上有即战力。好，那如何短时间学会的话，我想现在基本上每个人呢应该都有 Illustrator 的基础，但是就是 COJO 太久没摸，很陌生，或者是只有听过，甚至都没有操作过。好，那我在我的课程里面呢，我希望呢这次课程中能够整合Illustrator 的概念带入 COJO 里面，包含一些你所熟悉的快速键，好，或是它的软体功能的相对应，我都会把它做到课程里面。我们在学习软体的时候呢，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先去关注一件事，职场上能够有即战力，就是马上有市场需求。好，因为现在最怕的是软体每一年每一年在做更新改版，那有时候你可能就学会之后，到下年这家公司已经没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学习上呢要学市场的主流，没有错，学一下 Twitter。 但是 COJO 呢，它目前也有在市场上有些人还是坚持使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买断啦。 Twitter Adobe 系列现在都是月租，你根本没办法去买断，那在家公司的考量里面，他要一直付钱，他就觉得说，这成本有点高，他希望能够买断一个软体，所以 COJO 它现在能够是买断的状况。所以呢，市场上有一部分的公司呢是在使用 COJO， 特别是精密工业，因为它 COJO 本身跟工业软件的 CAD 啊这部分很相容，好，所以呢它在市场上有一定人在使用。好，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做平面设计，有些时候可能接到客户是用 COJO 的软体的时候呢，我们最需要的是能够快速的打开操作，然后能够调整完就是转出来可以去印刷，好，是最快的。好，当然 COJO 部分它有它的强项，我们在会 Illustrator 的情况下又能够会 COJO。 好，那不要说很陌生，所以透过这一次的教学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搜寻到你所需要的平面设计的工作，而且你不用担心说你不会 COJO， 然后就是这工作可能就没办法去应征。好，所以呢我想大家呢可以从104或111上面来找一下市场上哪些软体是一定要学，哪些软体学之后对你有帮助。这部分呢同学我们就在后面课程中跟同学解说这个相关性。好，那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，而且要练习哦，这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先这样吧。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COJO 的安装。首先要操作软体要先安装嘛。那我们先在搜寻列上面搜寻 COJO CORELDRAW， 好，然后要搜寻好之后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图形设计软体 Windows COJO Graphics 3 2019。好，再把它点开之后呢，这边注意看，这里是写完整版是19350。好，那这边如果你确定你要买了，可以按立即购买。好，那目前先下载试用版。好，这个点一下就可以下载安装。好，它照着步骤跑。但是我们先回到上一页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PC 用24小时 COJO 点进来。刚才我们看到它贩售价格是19000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来看一下，在 PC Home 这边卖的，一样，跟刚才一样的中文版，它是17410，然后还有送录影灯加500块礼券，所以这个要购买的时候要看
看一下，不一定在官网买，官网买就是比较贵一点哦。然后其他的部分，这个是2018版本，它已经降到12000块哦。那如果说真的2019，它现在是我觉得都差不多啊，也没有说多到什么去哦。那观念一样，那如果要学习的话，我觉得是你可以买2018比较便宜哦。不过既然要学，就学最新的哦，那就是就买2019最新版哦，17410，这个就比官网便宜了哦。这边你看，点进来，这是官方的，官方的是19350块哦，那要立即购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按下载试用版，好，点一下。然后它会跑一个安装程式过来，好，然后就是两家酒店进来，加 yes， 好，因为我已经装过，所以基本上就按同意就好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去下载跟安装，好，其他步骤就是跟着跑就好了，所以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安装 Cozo 软体，好，好，然后安装完是15天的试用版，好，15天的试用版，好，现在去安装吧，试试看吧。